高考了，高考有关吗？选择应该大学。十八岁就是一个抽纸嘛，白白的，然后一张一张抽的抽的，它就没了。成年了，可以干一些小孩不能干的事情。去网吧呀，网吧。你去网吧看看小录影啊，传小纸条什么的，打架了。你追别人追不到。比较温柔，两个人就是一块在一起，变得更优秀的那种。小狼狗，理想型，大大咧咧的，又可以跟你称兄道弟的，又可以跟你卿卿我我的那种。很 man 的那种，痞痞的，坏坏的。有明恋呗。那么荷尔蒙冲动的年纪，肯定有喜欢的人。我只是跟同学比较暧昧。我不喜欢男生，我觉得一个人也蛮好的。跟我不在一个地方，异地呗，分手啊，毕业就分手，没有什么结局，没有追到你喜欢的人，可能是青春里面最遗憾的事情。我的十八岁过得还挺充实的，就是没有早恋吧，应该多谈几次恋爱吧。爱过，放下了，再见，珍重。祝他如他所愿，成为一个网红，个网红，个网红。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，不要联系最好。有没有后悔当时没有喜欢我？我想对我的初恋说，去。我想说，就是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希望他越来越好吧。非常感谢他们，就一直成为我记忆中的那些美好的回忆。我还是很喜欢他们。其实未来还是很美好的，你一定要对未来充满信心。你是不错的，眼睛向前看，不能停留在以前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就其实很多事情是你没法掌控。